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。嗯，新来的实习生怎么还不到啊？什么工作态度？你们说这到底什么大人物？公司那么重视，会不会是总裁夫人？虽然没见过总裁，我听说是个年轻帅哥。我还想当总裁夫人呢。闭嘴吧。欢迎女王回府。怎么搞这么大的阵仗？早知道就叫大宝低调点。那个，大家不用站着，你们都进去吧。你就是新来的实习生吗？总裁夫人要来了。总裁夫人，我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便宜的儿媳？我怎么不知道？那是最新款的爱马仕，还是坐宝马来的？不会真是总裁夫人吧？您就是总裁夫人吧？我是秘书处的陈含笑，您叫我小陈就行。我一个实习生，什么时候变成总裁夫人了？我听说这位顾总非常神秘，几乎没有人见过。先不否认，看看再说。啊，你是陈主任吧？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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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夫人快请，里面进。等等，你们怎么那么确定她就是总裁夫人？据我所知，总裁好像还没有结婚。